近日，有网友爆料，网红药水哥疑似以直播的名号诱骗女粉丝去酒店发生关系，还让助理在酒店门口守着。受害者表示，当时药水哥用直播连线女主角的借口把她骗去了酒店，因为对方确实有在酒店直播过，所以他一开始没有发现异常。见面后，药水哥也是让他拍了很多套衣服，让女生更加相信是在试镜。但实际上，药水哥是想诱骗女粉丝发生关系，还让助理在门口守着。事情发生后，这名女生还发现原来药水哥早就已经结婚，她还被小三了。女生保存了关键证据裙子，足以证明药水哥当天确实和她发生了关系，而且她认为自己并不是第一个受害者，但因为投门无数，所以才上网求助，希望药水哥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网友们都被恶心到了，纷纷留言吐槽药水哥真是低俗主播。还有网友说，药水哥的做法和吴亦凡很像，区别只在于一个找 MV 女主角，一个找直播连麦女主角。不过药水哥的做法比吴亦凡更可怕，对于此事，希望药水哥能早日回应，如果是真的，他肯定难逃惩罚。